大家好，我是王浩辰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真假美猴王的片段。正说话间，忽然听到空中吵吵闹闹，一看却是两个孙悟空在打斗。八戒忍不住跳到空中叫道：猴哥，我老猪来了。两个悟空一起叫道：兄弟，来打妖精，来打妖精。这下却把八戒难住了，他举起了钉耙，不知帮谁才好。沙僧悄悄地对唐僧说：师父，等我上去和二哥一人拉一个下来，你就念念咒语，看哪个头疼就是真的，不疼的就是假的。唐僧说：好好，你们快去。沙僧跳到半空喊道：二位住手，我和你们到师父面前分个真假。两个悟空听了，各自停下了手。沙僧上前拉住一个，又对八戒说：二哥，你也拉住一个。四个人降下云头。这时唐僧暗暗地念起了紧箍咒，只听两个悟空齐声叫道：头疼，头疼，别念了，别念了。唐僧住了口，却也分不出谁是真谁是假。从军行，杨炯。烽火照西京，心中自不平。牙璋辞凤阙，铁骑绕龙城。雪暗凋旗画，风多杂鼓声。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。